小资女夯什么？耶！欢迎收看《小资女夯什么》，我是思嘉，我是小可。哎呀，冬天到了，对，发热衣都给它穿起来了。可是怎么办？脸。对，你要用什么遮？真的，你知道那个，你擦完保养品，然后或者是现在可能在寒风中吹，那个脸虽然戴着口罩，但是那个冷风吹过去的时候，你的肌肤就是在受伤，就是一直有人在霸凌你的肌肤。谁最会？就是谁是谁？以前都会说啊，那个吹得红红的，很像苹果脸，好可爱哦。对，但是不知都是在受伤。你现在去看看，那个红就是过敏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对，我们来宾有这样的感受。哎，第一位蛮红的哦，好瘦，好瘦。怎么都没看他很红，我只看到他好瘦啊。没有，我跟你讲，现在是因为戴口罩的关系。那我以前，你知道，只要天气冷哦，你除了不想出门，知道看到摩托车，你会一直。因为你如果骑摩托车的话，我跟你讲，以前不是年轻的时候都可以追风吗？现在不行哎，那个一吹你就觉得好像有刀是往你脸上这样刮，很痛。那我们的少女呢？少女吃饭。所以你看他今天穿很多保暖，我穿的很保暖。对啊，他穿的就是标准玉女的穿。没有，跟十几岁了。我等一下给你介绍相亲对象，乖，妈妈会帮你谈个好价钱的。我的问题应该是鼻子吧，因为其实我们冬天鼻子很容易过敏，我鼻子烂很多次，因为你会醒了后更干，然后尤其是裂的，对不对？然后我会你现在就有，对，你现在都好裂，然后你这边的皮肤变很粗，对啊。如果说你的脸上已经出现那种红彤彤的感觉，其实就是你的肌肤已经向你的皮肤呢发出敏弱的讯号了。那有些人他就会觉得说，啊，我年轻都不会这样。那其实敏弱的讯号就是老化的迹象。所以这时候你不要觉得脸红彤彤的红苹果的感觉是很可爱，其实皮肤已经开始在处于耐受性下降、敏弱即将来临的现象。那如果说你在保养这一块呢，好好的加强，或者选择得宜的保养品，增加肌肤修复跟舒敏的这一块，其实你的皮肤呢可以照顾到比较健全的耐受性的状况。那我今天有带来一瓶呢，就是呢这个品牌呢它比较特别，它除了高效的修复之外，它针对保湿当然是不在话下，不过它针对你的肌肤呢舒缓舒敏这一块呢，它非常非常的重视它。它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保养品，比如说专业的大安瓶的黑面膜，这些都很有名。然后或者是像烟碱西安的这个 B3 的这个抗痘精华等等，大家都非常的喜欢。那这一瓶保养品呢很特别，你有没有看到它的包装？什么颜色的？绿色。绿色，对，就是很舒缓，那有安全、很防护的感觉。草本的。对。这个品牌呢，它叫做 Dr. May， 就是美博士哦。对，知道。C 卡双精粹的保湿霜，然后这个 C 卡呢，大家其实可以注意看啊。C 卡其实本身呢，它就是所谓的薄荷草、积雪草，也可以叫它老虎草。对，那为什么叫老虎草？就是因为其实老虎呢，它以前就是大家研究发现，老虎可能受伤在森林里面走动，它滑过，它会它它蹭过这个老虎草之后呢，就发现老虎身上的这个伤口就好了，所以才叫它叫老虎草，命名是这样命名过来的。那它其实主要的成分叫做积雪草。那搭配这个保养品的这个品牌，它是把它萃取出积雪草里面的积雪草干，把它拿出来，它有增加肌肤舒敏跟舒缓的功能。它有一个独特的自己的这个 Dr. May 的专利的成分，叫做 Fasaba， 叫做自由酚。那这自由酚比较特别，它是萃取出呢本身有300多种的精油里面，它去把它找寻出来。那找寻出来之后呢，它从里面呢再找出最适合的复方的精油，把它放进来，那成为 Dr. May 这个美博士里面独特的一个专利的成分，就是这个自由酚。它有兼具很优秀的抗氧化的能力，等于说它可以对抗我们皮肤那种安定跟保护的功能。接着呢，它可以帮助你的皮肤的细纹或者是皱纹，然后让你的皮肤呢更加有弹力，然后皮肤会透出自然的光泽。皮肤的体脂膜是我们皮肤保护最重要的一环。是。那这个自由酚呢，最主要呢，它跟你的皮脂膜的结构呢是相近的。对，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有些人会觉得说，老师，我的皮肤好油。那你如果现在皮肤有脸上有油，你可以摸一下你的皮肤，
你去摸，虽然是油的感觉，不过你去再去摸它的时候，它不是黏，对，对，它不是黏，是，所以这个保护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所以这一瓶呢 ，Cica 这个双精粹的保湿霜呢，你擦上去之后呢，第一个它在表层就会形成一个很优异的保护膜、嗯，接着它往里面渗透呢，它就有一个双精粹的独特的成分在里面。那你可以闻一下它的味道，这个味道其实如果有用过。美博士的人啊，你会发现这个味道，对，就是他们品牌共通的成分。那你这个味道就是自由分的味道。嗯、那这自由分就是刚刚讲到三百多种的这个精油里面萃取呢出来的复方的成分，很舒服。然后是蛮草本的，对，一个很草本的味道。Cica这个双精粹的保湿霜呢，有一个独特的讲法。第一个就是高复活。就是我皮肤要有复活的能力，对不对？嗯、再生的感觉。对，就是效缓解，就是效舒缓的。是。对，然后被保湿。保湿力要再加强。对，等于说我的复活能力要强，我要好好的舒缓我的肌肤，接着我要让我皮肤呢达到最佳的含水量，然后保水膜的功能的封存，所以我的肌肤呢再保养起来呢，就可以对抗不同的老化的因子，嗯、对内对外都是一样的。它是还可以真正的解决问题。对，然后这个特别耶，对，它擦上去虽然是水的感觉，对，对，然后也不是油的感觉，它就是摸起来就有一层。对，因为其实很多人对于霜体啊，可能会觉得说，哎。那霜类是不是可能要真的很冷的时候才能用，或者是说我皮肤已经比较接近老化或初熟龄阶段之后我才能用霜啊、嗯？其实这个观念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改变一下。好的霜你本身呢可以让你皮肤呢第一个对外面的抵御能力才会够，对内的修复能力才会强。所以这个霜体你看呢，我把它取出来，它很像一个霜，这是霜的霜体，对不对？不过你看了，你把它推开来的时候，水水的，它很轻，对。然后呢，它可以快速的渗入到你的肌肤的底层。那、嗯、它是双精粹、嗯，那双精粹的第一个精粹就是我刚刚讲到的，第一个就是它们的自由跟独特的这个专利成分。第二个就是从积雪草里面萃取出来的积雪草苷。那这个积雪草苷呢，最主要呢可以帮助你的肌肤呢达到舒敏、舒缓，跟辅助你肌肤可能刚刚有别人提到，你可能我都白啊，皮肤很干、很刺啊，已经在受伤的状况，我先帮你缓解。那如果我的皮肤状态呢没有在受伤的情况之下，我可以辅助我的肌肤老化的速度缓、降慢。甚至是加强它的屏障，对，你这样子的问题不会再继续出现。对，因为其实皮肤的屏障哈、哦，比你修复的能力呢的这个重比的占比，其实还要高出的更多。更因为其实常常在讲一句话。皮肤受伤的速度远不及你去修补的速度，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啊，我的身体皮肤怎么那么美？然后我看到我的脸怎么变成这样？可是当你发现它出现问题的时候，可能已经底部已经很惨了。对，所以因为你看，我们几乎每天都一定会穿着衣服，所以你发现衣服，我们皮肤被身体的皮肤被衣服保护着，就用这样子的观念去想，如果我的脸部也可以时时刻刻被保护着，那我的皮肤就比较不容易老化或造成状况。对，那第二个呢，就主要它是从紫草根里面的草本。植物萃取出来的尿囊素，那这个尿囊素呢，它可以帮助你的肌肤呢提升润泽保湿度之外啊，或者是我皮肤已经有一些纹路、干纹、细纹，也可以好好的帮你做到缓解跟抚平的功能。然后最主要还有一个独特的成分 SYNAKE， 是，对，叫做 SYNAKE 这个成分，其实在很多国际品牌的抗老系列里面都会加，对，防止肌肤老化的，然后可以让你皮肤呢维持它的弹性度。那我们有请到一位模特，就是我们的伊龙，对不对？对，这边有点泛红，甚至你有痘痘人的肌肤、啊，你就觉得说，哎、欸，老师，那我有一点痘痘，我可以用这一瓶吗？是，你不用担心，因为它本身它有一个很好的修复跟舒敏的功能。对，那我来帮伊龙测一下它的保水度哦，因为保水度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不论你是油性肌肤、干性、混合性或老化型肌肤，皮肤的保水度一定要维持在一定的相等的状态才是对的。有些人是油分比较高，反而水分比较低。那油分高的人，他就会很讨厌啊，我好油哦。对，他再用再油就更不舒服，所以他就会很刻意的去把这些油清掉。那你这样子清掉之后，你可能老了之后就会很惨。真的，对，你看他还 OK 啦，绿灯哎，有看到吗？三二四三。如果说你是比较油性肌肤的人，你可以像这样子，先在手上均匀的抹开，让它的霜体呢稍微有点化开的感觉。那如果说你本身是干性肌肤的话，你可以直接在脸上直接涂抹就可以了。它的用法有很多种哦。然后呢，我们就直接在它的脸上呢，先把它这个 Cica 双精粹的保湿霜把它放上来，轻轻按压。对，我先把它压上来。
因为真的它表面，因为它本身就已经有一点油了，所以你就不用那么多。然后我刚刚是说它里面有一个独特的这个 Sanic 的成分 ，Sanic 本身就是有让你肌肤也有紧提的功能哦，所以为什么紧致拉提？对，所以为什么有很多国际品牌的抗老系列里面都还是会添加这个成分？了解。然后你看我擦上去之后啊，这样一罐啊，这个 C 卡双精粹的保湿霜，它等同于十瓶，就是我刚刚讲到他们独特的美博士的。自由分的安瓶，十瓶啊，对，再加上五瓶的玻尿酸的安瓶，哇，再加上五瓶的 B5 的修复保湿霜，这是 all in one， 对，因为它本身的功能是齐全的在里面。你看哦，我把它压上来，所以它等于这一瓶就是保湿，对，然后修护、舒缓，我把它配上来，细纹全部都有，你看瞬间的脸，它脸歪了，对，而且。它这个地方也比较蓬一点，它连眉毛的高度都不一样，有发现吗？而且我们没有用按摩的，我们其实也没有用什么特殊的手技，对啊，对，就用按压的，只是把它压上去。不过你在压的过程，你有一点可以往上的感觉，不是往内压，撑住，有点撑上压，撑上压，撑上压，这样子的方法也是可以的。尤其是这样子的方法，其实对于已经皮肤是敏弱的人更适合哦，不能过度搓揉。对，然后这样子擦上去之后，你看哦，摸上来他的脸一点都不油，而且这个不是油光，这个是自然泛出来的。对，那我们刚有测嘛，刚有测是三个，因为刚刚是油比水高。对，嗯，其实我擦的量没有帮他擦的非常的多，可是他其实蛮多都是在手上都有。你看，就是跟我讲的，你的回来了，水跟油的比例，它颠倒过来了，它几乎。几乎是它的一半，它马上水到43，其实很高，可是可以把油下降，对，它刚刚油是40，32、43，你看，那现在是43、26，就是老师刚才讲的是最完美的一个，对，它就平衡出来。而且你刚才没有用什么吸油面，完全没有，没有，它刚刚油都还就是都没有处理它哦，对，直接这样子，惊人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会说，其实保湿真的是第一步，对，可是很多人的保湿常常做不好之外，它也留不住。选保险的时候，你要选择像这种它的研发萃取过程的东西是比较好。那像刚刚有语文有闻到说它的味道很草本，我觉得就是纸萃的味道，男生也可以用，对，可以可以。他们加收很多是男生，对，因为它本身这个品牌哦，它对于皮肤的效能当然是很专精的科研之外啊，它对于这些里面的成分的添加也是非常的在意的，就是它里面有没有添加矿物油。人工它不用人工香精，直接拍明啊都。对，那这个味道就是我刚刚讲到它自由分的味道，就是它300多种的植物精油萃取出来的，那种飘出来的复方精油，对，然后也没有酒精。也没有这个类固醇类，那也没有 paraben 的防腐剂，都没有。全肤质尤其敏感肌，对，也很适合。对，那连痘痘肌都是可以用的。男生真的很适合，男生油脂分泌又旺盛。对啊，對，而且男生又很应该会很喜欢这种味道。對，青少年对啊，對，男女老幼我觉得都很适合，而且非常的简单，我们只要一瓶就可以搞定。哦，我也很喜欢这味道，就不用再像以前什么化妆水、精华什么擦了一大堆。然后出去玩的时候，然后瓶瓶罐罐的好麻烦。哇塞！2021年跟着我们 Dr. May， 然后找到属于你肌肤真正的新产品，然后顺这个肌肤的新产品，这个双精粹保湿霜，对，C卡双精粹保湿霜，很厉害。保养其实很简单，只要靠我们小资女夯什么，什么东西一瓶抓起来就靠它，没错。